一位重机骑士行经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北端南下车道，他想左转的时候呢，和直行的自小客车相撞，重机骑士头部重创，身上有很多处擦伤，而送医之后呢，宣告不治。对于这起事故的肇事原因，警方还在详细调查厘清。画面中可以看到自小客车后方一条长长的刹车痕，在柏油路上清晰可见。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，自小客车的车头损毁，地上血迹斑斑。这起位在池上的死亡车祸就发生在7号中午。一位骑乘机车行经台九线310公里处的潘姓民众，在池上大桥北端的南下车道准备左转，却与直行的自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。潘姓骑士的头部受创，身体也有多处擦伤，由关山消防队送医后仍抢救无效，宣告不治。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，目前关山警分局交通小队已着手调查厘清当中。一辆潘姓民众所骑乘的机车与直行的一个自小客车发生擦撞，造成机车骑士潘明当场死亡。本分局要呼吁各驾驶朋友，行车务必注意安全，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前方动态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而警方一再出面呼吁，要驾驶朋友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前方车况及路况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，让憾事再度发生。而民众遇到任何事故与紧急情况，别忘了拨打110通知警方到场处理。记者齐伦，池上乡报道。